5月13日，美国美加古董珠宝拍卖公司将举办高古玉文化知识讲座，新闻发布会在洛杉矶 Rose 密室举行。我们这次新闻发布会的目的呢，就是说要给无论是收藏的已经收藏的，或者是还没有踏入收藏界的这些民众，大家来认识我们几千年前的古玉啊，无论是你是投资也好，或者是自己喜好收藏也好，不要走错了路。如果投资的话走错了路啊，那这是很冤枉的。高古玉有着厚重的历史文化气息和独有的神韵，但是了解它的人很少。高古玉讲座的目的是向大众普及玉文化知识，掌握基本的辨别真伪的能力。无论是收藏、欣赏，还是投资理财，要把握住与真正高古玉结缘的机会。所以呢，我们就是以这个方式呢，来做一个这个讲座，就在下个礼拜5月21号1:30开始。来做一个这个古玉的讲座，就是只有一个目的，希望我们广大的群众不要走错路，好好的去走对的去这个收藏这个古玉。古玉从以前到现在都是非常神秘的，我们呢要想办法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能够走出一条正确的路，收藏正确的路。认识高古玉是现代人认识玉文化的源头，鉴赏高古玉是收藏者认识玉文化的最高境界，投资高古玉是收藏者对美和艺术的追求。欢迎广大民众5月21日来参加这个讲座。全球新闻，美国洛杉矶报道。